大学假期啱你。Hello， 大家好，呢度系大学假期。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三人情团号系 DH3782，只需要539蚊，带你游玩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古佛岩、住韶关碧树林庄温泉大饭店，三天游玩，带你领略大自然风光。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是广东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是岭南生物多样性密封之地，山间树木连成一片，望不到边。古老的树木生得很高，林间有松柏绿树，还有各种动物。南岭建筑各种奇怪花草遍布于公园之间，山中起雾时，整个森林隐藏在雾中，站在高处往下看如同仙境，站在云端看下面雾海翻滚。宏伟的山峰景观，幽静的溪谷景观，秀丽植物景观，神奇的气象景观，有机巧妙地融合为一幅幅宜人美景。春天花山似海，夏天飞瀑流泉，秋天层林尽演，冬天银装素裹。这里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时刻欢迎你的到来。古佛岩，因洞里面的石上和樟宇石形状如仙似佛，前人在洞内安放过神像，在洞口又建有佛寺而得名。古佛岩属大型石灰岩岩洞，最高处达30米，总面积12000多平方米，各色石笋、石花、石柱、石幔，色彩斑斓，景象纷呈，蔚为奇观。最妙处是很多樟宇石奇状如仙人佛像，形状各异，一经点化，呼之欲出。韶关雨园碧树林庄温泉大饭店坐落于广东省韶关市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境内，是一家集休闲、度假、养生于一体的四合院形式的景区酒店。客房装修结合中西风格，所有客房均带有独立式阳台，可以饮住咖啡，可以享受室内温泉。各种家电齐全，让你在房间里面充分享受电视、网络、电影、点播等全新视听服务。中国红的梁柱、高黄色的琉璃瓦与蓬勃生长的绿植以及小桥流水相映，形成一幅金碧辉煌、生机盈盈的画卷，是休闲、度假、养生之圣地。望月大盘菜宴有七个不同菜式，分数相宜，色香味俱全，有清爽可口的，亦有鲜味多汁、质量爽口的菜式，令人一睇就食欲大增，食起嚟更是回味无穷。上北菜以丰富多样的制作物料著称，以博取众长的烹饪技艺见长，以清、鲜、爽、嫩划为特色。炒水石、炆大鳝、双皮奶、炖水鱼等美味奇味回穷，让你食起嚟口齿留香。清新宏伟的南岭国家森林公园，神秘神奇的古佛岩，休闲养生的雨园碧树林庄温泉大饭店，美味上口的菜式，大寒带你放松身心，感受旅游所带来的欢乐。你仲在等什么？快点同我们大寒一起出发啦！我们的报名热线就是6284499992，拜拜。